民国106年间，有三名男子被镇压在椰林大道的附中下，必须要有49名男科学生来台大做法7749天，才可以救出他们。那么，请各位学测加油，学长的未来就靠你们了。还要学测的，那该怎么办？有了，我打开我的铅笔盒，一应俱全。我们有超米的爱。学测终究不过是一场戏，终究会落幕。人的人生照你一辈子去规划，最后祝学弟妹们学测加油。所有的悲伤紧往边靠，曾经流过泪时而伤口就让阳光晒得更褪。嘿，学弟妹大家好，我是谢以仲，祝你们学测加油。学测轻松考，只考没烦恼，一起上新大，我们等你哦！一而终，一定没问题的。你们不要再耍逼了，大家一起来当校编。好，祝白晶晶学弟妹学测加油，耶！高三考生们，大家好！你们现在站在人生的交叉路口，记得要两段式左转。市区的路况不太好啊，千万不要当三宝。接下来的学测对你来说是很重要，但是其实考不好还是有指考啊。指考考不好哎、欸。还有当，还有明年呢。对啊，明年再来啊。那不然就来读成大，对。好，就在这里祝福啊！啊，也希望各位能来当我的学妹、学弟们，那就自求多福吧。学妹加油！嗨，我是对学姐。好，我知道大家都听腻了，不过就是上课不要再滑手机了，然后记得不要熬夜，然后大家加油 ，fighting！チャックです。頑張って。ボンチャン。ボンチャン。Oh no. I'm good. Buena suerte. Buena suerte. Buena suerte. Hola. Namaste. Good luck. 白晶晶的兄弟妹们，早上我们正在有一个理想的现在。学测加油，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吧，耶、yeah ！学测快要到了，但是不要紧张，把你靠练习成果发挥出来，然后求稳不求快，最后就表现出最棒你们就可以了。祝你们学测加油！祝百西学弟妹学测加油！耶、yeah yeah ！学测加油，考试加油 ，fighting！ 早睡早起，持续规律的运动，往学测之路努力迈进吧。最后，祝福各位学弟妹们学测加油！各位学弟学妹，大家好，学测要到了，祝你们考试加油！有人快！嗨，百西吉！各位学弟妹好，祝大家。学测加油之后，最近如果很辛苦，多休息一点，之后希望大家能够朝自己的目标前进，加油！加油！ Hello， 学弟妹，冬天到了，大家要吃饱穿暖，才有力气读书哦。对，学弟妹们，其实书这种东西够用就好，不用读那么多了，老师都是讲屁话比较多啦。干你屁话讲最多，加油！对，我们加油！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Hello， 学弟妹，祝你们平常心应对，学测就上。好、啊。3、2、1，祝百七级学弟妹学测加油！南科的学弟学妹们，学测加油！我有话想对你们说。不会的，唱板片。不会的，多在腿，
加油！来，学测加油啊！嗨，各位辛苦的高三生们，现在迈入到最后冲刺的阶段了。对，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可是你想，就是其实我们也是今年年初才刚考完，然后我们从考完学测、个人申请到申请上证，然后上大学，其实我们，你看我们现在第一个学期也都快要结束了，这个过程是非常快，所以大家好好把握最后的时间，然后能够就是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我们大家不用说，每个人都一定要就是追求一个75几分，其实分数这东西只要你可以够你申请你想要的学校或者是你想要的科系，这样就够了，因为这才是我们考试的目的跟意义嘛。对，然后记得要感谢就是你身边周围的父母、老师、同学跟朋友，因为他们在就是你在准备考试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给默默的给你们的就是帮助跟支援也非常大。然后在这里就是祝大家考试顺利，然后会的都写对，不会的也都猜对，考试加油喽，拜拜！祝百七级的学测战士学测加油！好哦。跟我做第一个动作哦，它没有意义，我只是想说学车加油哦。祝百七级的学弟妹们学车加油耶、yeah! 大家好，我是玉成，不是，我是手工啦，嘿，你没有听错，玉成说他忘记要说什么，才叫我帮他说，但也才学测加油四个字而已，而且明知道我不会讲话，呵呵，好啦，反正学测加油嘛，网络关掉就成功咯，啵啵。嗨，学弟妹，大家好，就是学测又快到了嘛，所以我在这边请大家吃一个苹果。好了，没有啦，开玩笑的。就是你现在的心情呢，可能有点紧张，不紧张，又或是超级紧张。但不管怎样，我希望你们都可以珍惜身边的人，就是那群一起和你奋斗的人。还有，如果你是那个超级紧张的人的话，记得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的压力小一点，不然如果考场失利的话，你那天真的会哭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好，最后就祝大家都能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喽，大家加油，拜拜。哎，主板都学测了，你都念不完啊！不要赌了，不要赌了，不要赌了！好好，回家努力，回家努力，干！竟然给废物大学生，自己不读书还帮我投，不行！想想我的好朋友三眼怪，他一只眼睛可以看左边，一只眼睛可以看右边的，一只眼睛可以拿来观察老师，难怪他每次模拟考都考75几分。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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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少当自强啊！比别人少一只眼睛，就要比别人多一点努力；比别人少两只眼睛，就要比别人多两点努力。祝学弟妹们考试顺利，学测加油！呦呦呦呦哈哈 ，Hello， 学弟妹们，天哪、啊，居然轮到你们要考学测！我考学测也不过就是今年一月的事情，然后没想到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学生，这样就是，那大学生活跟高中生活真的是还蛮不一样的。不过就是现在的高中生活绝对很值得你好好去珍惜跟把握，尤其是跟你一起奋斗的身边的朋友们，还有你的家人跟师长。对，那现在大家一定就是考试压力很大啊，然后每天觉得很烦啊，哦，好多东西要念哦。那
就是不要想太多，就是一定要吃好睡饱。那尤其是不要被模拟考成绩给影响了。对，我知道有些人得失心很重。那我老实说，我那时候考模拟考的时候，我一次考的比一次还要烂。我的前面两次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快要崩溃，可是后面就觉得可能就是习惯那种步调，就会不用那么在意那个分数，因为其实模拟考就只是一个参考啦。那你一定要就是持续的念下去，直到考试那一天。对，不要放弃，也不要每天都容易想太多，那都没有用。嗯，那最后就是祝大家就是考试那天的时候可以很平常心，然后顺顺利利的，对，然后朝着自己的目标或是理想的学校去迈进。嗯，好，拜拜，加油。